设置，就是比较好一点。哦。然后这是他家比较新的功能。按的安全。哦。然后他可以做很细的监测工作。嗯哼。然后他很轻。来拿起来看看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线走这一条线走那么短，是因为你们特别用的？没有，对，它其实中间会再有一条延长的，我只是把它拿起来。有一款是可以，哎，这个就是嘛，就是两片合在一起。对，这个它比较大，两片合在一起。然后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是，他们家是你买，你有不同的，你可以把它拼在一起。它有配件可以把它这样接在一起，因为它这个都是做卡锁。都一样哎。对。哦，所以它只是在用这样一片这个板子把它接在一起。它就可以，就是你可以去扩张。OK。它会有额外的配件。240。所以我不能单独一片使用，可以也可以吗？可以，所以这个也可以。这个、啊、没有，如果你要单独一片的话，可能就这个规格。然后就两，如果要大，就再把两个整。对，但这样就会有两个控制盒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会有两个控制盒。那它就主打轻薄，因为它都是它的整个造型就做快拆，是，所以它拆下来之后它就这样。好，这是它的。专业版就是它是做防水，它就很重，它就比较重。哦。但这个是几瓦啊？这300瓦。大概就是这个。哇，这么小一个。这是控制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有用你们的灯，对，但我是用那个 Forza 60C， 哦，前面那一支，对，超好用，我是觉得超好用，对啊，就是在这一支嘛，它就很亮，加成像，对，板灯很不错，然后如果有考虑板灯的话，今天考虑一下，它现场有优惠 ，OK， 是那个。然后只有那一盏吗？没有，反正做优惠的是这两个型号，方的这个是120吗？120，然后60。OK， 对。那它的控制盒大小都一样大吗？还是那边120、60其实一样大，差不多，高度差一点点，对，差不多。OK， 然后界面就都跟那个长一模一样，就是。功能其实也一样。你说这两个的最大差别是它有防水这样而已。对，它其实是防水，然后它后面有做风扇，这个里面有做风扇。它原本散热，就它做这个气，这个像百叶窗这个让它散热就很快，所以它一点泡就过。这是为了做防水，所以这我可以拿起来看看它多重吗？对啊，其实我觉得也比传统版更轻，我自己觉得。它还比较小，它还蛮小的，300瓦。对啊。可以。哦，有啦，很轻啊，算很轻啊，300瓦。对，这样算很轻，300。嗯，是我爸爸。150，那我看150。这怎么猜？我接个电话。好。